大家好，我是做自行车的子勇。在咱们学员会整个双龙湖泡脚雪玩，我来做，你们又来看阿豪的雪玩温水效果。来这儿吹哟，那个精致的雪玩来成的，这儿白酒。今天个雪玩呢有个小技巧，全程不能让它涨的哟，水开了雪玩都捞了哟，不停的加水。今天个雪玩水要宽，动作要轻，不能把它动烂了哈。那个雪盒子把它打了。这个雪花浮起来都差不多了哈，把它打起来，放冷水里面。这个泡脚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把切成结就行了。这个姜来切片儿，那儿菜哟，这儿猪油。那个天气的猪油是化了的哟，叫做花椒姜蒜米。泡好椒炖起，炒熟了都是爽味儿。过来点，那个酸萝卜是我们提前炒好的哈，我们炒了过的酸萝卜味道香鲜。炒那个酸萝卜泡椒泡椒，一定要多炒会儿，火要大点儿，油要稍微多点点儿，那个炒起出来的入爽味儿才浓。来点点黑豆瓣，黑豆瓣不切多了哈，这个黑豆瓣是三年发酵，酱香味浓。豆瓣炒香，来点啤酒，再把血倒进去。雪花来下去个推，小火爆炸，再用老外婆的盐罐调个味儿，来点鸡精，来点味精，加点块白糖，酱油来点儿，醋来点儿，喜欢吃酸的多来点儿。那个泡椒的雪花来搞点咸，它更把味儿喽。来点葱子，酸萝卜泡椒雪花都好了。这个雪花泡椒味浓，酸辣够味，雪花够嫩喽。